在生产了，嗯，这个是肯定的啊。很多进口配蒙的不会的啊，其实国产上市之后呢，进口版本的 X5 即使是二手车的价格它也会变高。一直有朋友在问我的个人抖音是什么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上个榜，上个榜，家人们。哎，进来的朋友可以帮忙点点关注啊，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龙宝宝马直播间啊，欢迎大家。大家可以参与一下直播间的福袋啊，凭福袋正奖截图可以到店领取咱们宝马的小型二手挂件，店里价值135元呢，店里是卖135元的。嗯，宝马525，咱们家有一现车啊，525，常州标轴落地价格都在44。嗯啊，然后有没有想看哪一款车啊？咱们现在在车库里，我们现在手里拿了 X7、X3，还有四系的钥匙，是不是？之前一直有朋友在问啊，你们家那个四系不用加价，长什么样啊？我朋友说看看 X3。可以的，走吧。拿的是哪一个？什么配置？神秘灰的，在你那儿，啊，在你手里。走，在你兜里。那你拿那是四系。拿走了？嗯嗯啊，拿走了吗？啊，什么钥匙？没拿走啊，在你兜里呢。我兜里咋就一把钥匙呢？那你那个兜，你那是四系，给我吧，被整丢了，真是服了。打火机掉了，咱们这不是地下车库，咱们在8楼，你可以看一下窗外啊，咱们这都是高层。对，咱们的商品车放在8楼和9楼，全部放在室内里。嗯，不是这款吗？对，神秘灰的 X3 啊，我真的个人认为神秘灰这个颜色放在 X3 或者是 X1 上面是最好看的颜色，显得整个车都是特别有质感，特别的高级啊。可以了，按下开锁。